哎呀，打打球，跳跳歌，日日快乐 go go go， 一点虫虫，一虫虫飞，一行跳叉跳好，两脚前后踢得 go， 哇！哎呀，弊家伙啦！哎呀，可以咁样走咗去噶噃？哎呀！好对唔住哦，唔紧要，小朋友啊，你可唔可以陪我打波啊？吓，好啊，哇，哎哟嘿，哇，打打球，跳跳高，日日快乐，高高高啊，都几好玩噶喎，你第日咧可唔可以多啲嚟陪我打波啊？好啊。不过你要做晒你啲嘢先好喎。好啊，如果我唔使帮爷爷手嗰阵咧，我就会过嚟同你打波，跟住我就会叫打波咯，打波咯。哇！好啊，咁你过到嚟咧就大嗌打波咯，打波咯，打打球，跳跳高，做咗朋友啊，真系好啊。你是皇后嚟噶，哎呀，好对唔住啊！有啊，再见，你听讲啊，对唔住啦，哎呀，哎皇后，哎呀，原来你真系喺度啊！我同国王啊四围揾你啊！小朋友走咗啦，啊，佢走咗啦，啊走咗，哎，皇后，哎呀，国王，哎，原来皇后喺度啊！咦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。嗯。做什么啊？不要那么难过啦。我没事啊。你都知道我一向都想要一个小公主或者小王子的。我知道的。我没事的啦。你见不到的刚才那个小朋友啊，不知几乖。小朋友？嘿，皇后。皇后就是他啦，送给你啊，多谢你啊，嗱，咁一言为定噶咯喎，如果我得闲咧，我要过嚟同你打波噶咯，梗系啦，啊，系啦，阿皇后啊，你系咪好想有一个小王子或者小公主啊？啊，系啊，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知道啦，吓，知道，我回来会跟爷爷说的了，他会想到办法的。你爷爷？是啊，他就是我全屋最厉害的人的。啊，应该说是全条村人最厉害的都是他来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在这里等你好消息的了。没问题。再见。再见啦。你听不听到啊？他说没问题。或者小朋友真的有办法呢？喂啊，我不是小朋友啊，我的名字叫做波仔，波仔，国王啊，你要快啲翻去做嘢先得噶啦。呢个国王咧系唔可以成日挂住玩噶噃。你你你你你你，好啦，再见啦，国王仔，皇后仔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咁都有嘅。